美国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的会长汪卫星经常举办各项的讲座，提供来自于台湾的旅馆业者各项的薪资以及法律方面的咨询服务。他除了祝福来自于台湾的同业在龙年生意兴隆，也承诺会继续和旅馆经营业者共同来面对挑战。未来这一年里面，旅馆工会呢，的会员们呢，还会持续遇到一些挑战。那我们在这些挑战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工会也希望说，跟秉持以往的这个精神，能够再继续为大家哈来解答所有的问题跟困难。尤其是在我们的残障法还有新的劳工法的这个执行上面，我们会再继续协助我们的会员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龙年里面有一个愉快，然后有一个 prosperous， 有一个很富裕的一年。